先啦，有報紙可以攞睇啊，記住係好似啊呢一份係啦，係咁樣。啊，我哋停下個相先啦，咁啊樓上有啲藝術家嘅啊藝術品嘅展覽，咁啊另外喺永利街咧都有一個鋪頭喺附近叫做 Fungus， 咁咧就我哋有一個 product 咧就係、是。永利街嘅位置印模嘅原字粒嚇，即係執字粒嘅原字粒咧，就同佢做一個即係皮嘅 product 咁啦，可以過去睇睇咁樣樣嘅。好，咁我哋第二隊係邊位？我都唔知道，我冇揾單。阿 Mr. Shaw 啊，掌聲鼓勵。好，俾嚟過嚟先。坐坐坐。坐啊，係啊。點解你今次會我又坐咩？Relax pose 哦，賣廣告啊 ，friend 嚟啊，做咩會玩啊？今次即係利民生活展開幕，多謝你邀請嘅，其實我冇客氣，長春社邀請你真係，點解會想玩？點解啱你嘅理念啊？音樂理念，其實大家聽下我哋嘅歌就知嘅，其實充滿咗即係地道，同埋我哋都曾經將我哋其中一首歌拍過 MV 嘅，係咁就啲人睇完嗰個 feedback 都覺得係好香港。因為原來香港是有不同的方向可以令他們 perceive 到一些東西，即除了外面即 shopping mall 啊，即有些很喧鬧的街之外呢，其實原來香港有其他東西給你看到。香港是什麼來的？香港是怎樣的？你想香港是怎樣？我想香港 close 一些，人沒那麼不知道覺得敵意咯，覺得出面啲人有啲定唔知自己有啲被迫害妄想症，唔知係咪？定係我唔知咩原因啊？咁即係所以出面好似成日人車爭路啊，跟住人同人又爭啲唔知乜嘢啊。咁同埋大家嘅佢關係好 close 嘅大家，不過咧就係、是、即係比拼嗰只關係咯。係，咁就唔係即係頭先頭先嘉賓講嗰樣即係真正嘅交流咯，即係有啲緊迫，就唔係緊密啊，即係有啲衝撞咁樣樣嘅，係啦，係啦，嗯，係。好啊，咁我哋希望喺你一陣間玩嘅 session 裏邊，挑到你想講嘅message 好啊，希望。好，再一次掌聲俾 Mr. Shaw。